速的方式，用剑锥带，剑锥往下拉，剑锥往下拉。这是第一个，是不是？你要去感觉你的剑锥。你们从外形可以看得出来吗？可以哈。好，这样子是直接蹲。从边看。这样子是剑锥带，剑锥先动。剑锥先动，可以看到吗？等等，这是一个用这个，第二个就是教的划船功，划船功也是一样，弯着，剑锥带动，剑锥这时候剑锥延伸的就比较长了。剑锥放松，剑锥拉动，剑锥拉动，放松，剑锥拉动，这是一个，是这样子，还有。更简单的就是你们那个弓步桩，往前伸，延伸手掌手指延伸出去，剑锥往腿拉，剑锥往后腿拉，往后腿拉，拉回来，出去。往后腿拉，延伸拉，看不懂？先报数，让它会动。第二个用弓步，让它能够拉到延伸到脊，到手去。拉动的那个力量延伸到脊椎，延伸到手，回来，然后划船的这个曲线的拉动，听不懂？